今年老师要升初中，每个同学都要进步，希望你们继续努力，尤其是严正国同学。以往他每次考试都是全军覆没，这一次自然科考了67分，我们给他鼓励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宣布，各位同学可能都已经知道了，明天老师就要离开学校。 今天是老师上课的最后一天，因为老师的先生应聘到印尼的水泥工厂，我们全家都要跟着搬过去。这个学期还剩下几个月的时间，我请我弟弟来代课，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够谅解。 小朋友，请问你们办公室在哪里？你是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？你们办公室在哪里？你到底会不会讲话？ 哎呀，跳蚤，你该死了！刚才那个人是新来的老师啊，那是你的。李老。
老师。好，李老师。我是李忠胜。你好。哎，主任，这是我弟弟。好。哎啊，你好。我们教导主任。主任好。张老师。张老师。哎，陈素云老师。我弟弟。陈老师好。那三个就是我们班上最皮的学生，外号叫三剑客。三剑客，怪不得。内湾戏院，我住西院啊。嗯。那遇到公演怎么办呢？除了过年以外，我们很少公演。你放心，这家戏院是素云家开的，万一有公演的时候，他会事先通知你的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他家就住对面。哎，进来吧。哦，进去吧。啊，里边请。好，就在楼上。大年。啊，上来。哦。你睡这里。我来。谢谢。我睡这儿。对。大年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过瘾，有空还可以登台表演表演。你干嘛？谢谢。爸，考卷要盖章。把我图章拿来。哦。金偷盖章啊啊啊！卡五十八啊，这个数是八了啊，这个考38分了。哎呦，你怎么都是红字啦？可是我数学考100啊！光数学考150都赢了，是赢啊！跟你啊，连偷章啊都盖到病了。卢大年老师是东吴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，他毕业以后，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，一直在北部担任教职，可以说是我们教育界的生力军。这次到我们乡下这个小学来担任老师，可以说是大材小用，我们鼓掌表示欢迎。今天是第一堂上课，为了能让老师很快地认识你们，你们每一位同学都要很详细的自我介绍，把你们的姓名、年龄以及你们的愿望说清楚。我们现在就从三剑客开始。我叫严正国，我家有5个人，我爸、我妈、我哥、
我妹，我爸在开塔拉鼓，我妈在家里煮饭，我哥在家里读书，我妹在家里玩，我现在还在读书，我将来长大我要做一个军人。我叫黄金水，黄是黄色的黄，金是金银财宝的金，水是露水的水。我家中有父亲，还有母亲、爷爷奶奶和我。我爸爸在亚洲水泥工厂做事，母亲是家庭主妇。我将来要当老师。我叫林文清，我家有祖母、爸爸妈妈，一个姐姐，一个弟弟。我还有什么？说你爸爸啦。我爸爸是种田的，我将来的愿望是当农夫。当农夫。两米八，可乐再喝一口，握握紧你的手，朋友做个好朋友，朋友们要常聚首，务必说啊喜欢我，只要把我记心头，其实我也喜欢你，何必呀说出口。卢老师，李老师，请客喽。哦，来喽来喽。东西啦，这个来哈，一百块猪肉。啊、哦，你是新来的老师吧？对。啊，我弟弟也在你班上呢。真的？哎，哪一位啊？啊，他叫欧洪亮，他那天回来一直说他老师长得好英俊哦。老师啊，你结婚没有？还没有。啊、哦，还没有。老师早。我来，我来。卢老师，你今天那块猪肉买多少钱啊？一百块啊。奇怪，一百块怎么这么多？肉不新鲜吧？不是啦，一定是猪肉西施啊，看上卢老师了，所以卖他特别便宜啊。干脆啊，以后都由他来买算了。对啊，可以啊。
来，盛饭，盛饭。好。各位同学，你们都拿到了没有？拿了。这是卫生所每学期一次的健康检查，检查你们的粪便有没有蛔虫。回家以后，把你们的粪便装进塑胶盒，在这里写上你们的名字，明天带到学校来交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掉下去啊！大笨猴子掉下去了！妈妈妈，掉下了！那是安怎啦？放没出来了！放没出来就卖放狗狗叫！不行啊，明天要掉大便的。现在就传出来，动作要快。帮我拿嘛，你去帮我拿，快点拿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就是，快坐，快坐，坐，快。严正国，你的大便盒子呢？掉到粪缸里面去了。什么？掉到哪儿去了？大便缸里面去了。老师，黄金水浇的是鸭大便。
曾叔用他爸爸在电影院。啊，电影。有个电瓶，我们来电影要不要？不行啊，警察会抓的。不会啊，胆小鬼，来啊！不是那边啊，是这边啊，你接错了啦。对，那边，对对。有电了。哎，电到了，电到了，你看，电到了，哎，呀，哇，这里有一只，我们到那边去电了。这个死囡仔，天不给他想要白死，一讲要电视，差点嘛就讲电视。你囡仔都教好了，哪无是电视啊？身体不好，又加上个性内向，所以啊，一放学回家就躲在家里头。那么台北哦，天气又热，加上吹冷气，他气管又不好，
所以啊，我才把他换个环境，让他能够在生理方面渐渐接受大自然。对对对，我也是台北长大的，这点我很清楚。乡下空气比较好，也有地方跑。啊，对了，我们本省人啊有个说法，说孩子的脚踩在泥土上，这样哦就会吸收地气哦，才会长得好。所以啊，我才把他带到乡下来读书了。他字写得很漂亮，人也长得很漂亮哎。洪佩瑜，台北市人，他是我们班上的新同学，我们鼓掌欢迎他。他也是我们林文清同学的表妹。啊，那个那么黑，那个那么白。回到你座位去。林文清是他女儿，怎么是他呢？对嘛？怎么会呢？表哥。现在我们继续上第十一课，大榕树和小男孩。有一个小男孩常常到树下去玩，有一天午后，他蹦蹦跳跳地走到大榕树下，嘴里唱着自己编的歌。大榕树胡子长得好，让我数数看一共有多少。意思呢，就是说大榕树有很多气根，一条一条的垂下来，像我们的胡子一样。他把大榕树的胡子一根一根的数着歪。大榕树笑眯眯的对他说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要老实的回答我，你常常来找我到底为什么？小男孩说，因为你的胡子很好玩。大榕树有些失望，又问他，表哥，没有别的原因吗？表哥。小男孩歪着头想了一想说，树下晒不到太阳，很凉爽，所以我喜欢到这里来玩。大榕树有点难过，又问，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？现在下课。请。敬礼。谢谢老师。你不准离开。啊，这地板上好。再喝一口，握紧握你的手，握紧，我握紧你的手。老师、这是我姐姐写给老师的信。谁写的？朱若曦是。哦。哎，你笑什么嘛？周伯伯，周伯伯，你明天有没有空？我爸爸请你明天去割稻。哦。
给你。先从这边啊，穿两个洞当眼睛。反正有人向你挥手，你就对他挥手就对了。虚伪。我你要吃多一下，少年的加吃惯呢。谢谢。
这么多死鱼啊？嗯，上面有人在毒鱼。哼，过分！我们去找他。又不是你家养的，哎，对，不是我家养的，也不是你家养的，是大家的嘛，你有没有公德心呢？我要你马上停止，要不然我就叫警察。跌在水里面就没爬起来过。我们刚刚应该啊先去报警的。干嘛要告他？应该提醒有关单位注意，要不然那条溪很快就变成无鱼溪了。哎呦，姑姑，卢老师，李老师吃饭了。哦，马上来了。愈来愈不习惯。起立，起立，老师好，坐下。好。各位同学。一定觉得老师今天的样子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对。老师昨天去内湾溪上游钓鱼，发现有人毒鱼，老师忍不住上前去警告他，结果那个人呢就冲上来，蹦蹦蹦。那，你看，这个就是打架的结果。打架呢是一种很野蛮的行为，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凡事都要忍耐，不要学老师。老师，那个毒鱼人是谁呀？可能是外地来的，老师从来没见过。毒鱼是件犯法而且是很不道德的行为，因为有很多小鱼就这样被毒死了。所以各位同学要是看见有人在毒鱼的话，要马上来报告老师，或者是去报告警察。老师，我知道那个毒鱼人是谁。是谁？是周兴旺爸爸。不对，周兴旺的爸爸昨天在我家割稻，我可以作证，他一定是割完稻以后再去的。我常常看见他爸爸电鱼。你乱说，周兴旺的爸爸昨天到我家割稻，到天黑的时候他才回去的。你才乱讲呢，你爸爸跟他爸爸是好朋友，所以你才帮助他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吵，都坐下来。欧洪亮，你没有亲眼看见周兴旺他爸爸毒鱼，不能随便诬赖别人。老师说他是外地来的是有根据的，因为李老师跟陈老师都没有看见过这个人，而且林文清同学也证明了周兴旺他爸爸在割稻，所以你应该向周兴旺同学道歉。对不起。走吧。
爸电鱼吗？电鱼和鲈鱼不一样，而且我表妹也看见她爸爸在割稻。她是你表妹，表哥表妹是一国的，你乱说。刚跟你们讲，打架是野蛮的行为，你们就打起来了，还两个打一个。老师，我们没有两个打一个，是我先打的，才他打的。你们趁人在打。你们先握个手，快啊！手拉着。周兴旺，该你了。你们三个人给我握着手站一个钟头。帮我做公鸡那个人是不是周兴旺他爸爸？对呀，他爸爸好厉害哦。你不知道啊，有一次我看见他爸爸在挖煤矿那里打架，哎，一个人打两个。哇，嗯，还是给你喂吧。你在班上啊，不要理那个欧洪亮哦，他最爱拍马屁了。周兴旺的功课比他好，他就嫉妒人家。今天在我班上打架那个周兴旺，平常他功课蛮不错的，想不到他爸爸是个电鱼的。你认识他爸爸吗？认识啊。他真的是电鱼的？嗯，他做过很多事情，都是做一些零工之类的事。从前他是我哥哥煤矿公司的职员，现在被开除了。为什么？打架。他从军队退伍，娶了一个山地太太，年纪上相差很多。反正那种家庭长大的孩子都比较敏感，而且太太又跑了。接到信吗？喂，听说你今天在学校跟人家打架，说话呀，是不是？爸爸不是告诉你不准跟人家打架，你为什么还要打架？跟谁打架？说话呀！你不说是不是？你说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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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。
小姐，请问内湾小学在哪里啊？内湾小学啊，那边那边。嘿，谢你啊。那么就现在我要表演这气功表演。那么表演气功相当的多种，我要砍杜断香蕉，第一遍起空，不要竖起空气，运气起来肚子会比较硬。再来遍佛功，竖起空气还进气，再来就动功。开上来干什么？这里是学校啊。我奇怪，你怎么一个多月都没有跟我联络？原来你躲到这里面来了啊！我拜托拜托你了，你赶快把车开走吧。哎，拜托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你住在戏院里面，戏院在哪里啊？在街上。哦，赶快走嘛。那我要你带人家去。不行，我现在怎么走得开？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啊。好了好了，我带你去，你赶快上车吧。哎，陆老师，陆老师，陆老师，哎，出去玩了。哎，各位小朋友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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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各位小朋友，现在可以眼睛看这边。现在表演这个砍杜断香蕉，我会试验给你们大家看。就是这里，你在这等我。哇，好可爱的戏院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你到底要干什么嘛？你不叫我进去里面坐，要我一个女孩在外面等啊？他们进去了，进去了啊！哎呀，出来了！又怎么了？啊！哎，里面又脏又黑的，我宁愿坐在车子里头等啦。哼，随便你。哎哎，大年，我让你陪我在车里坐一下嘛。哎，你那么急着回去干嘛？哦，学校有漂亮的女老师啊。哼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躲起来。哎，哎哎哎，你干嘛？回台北。啊，回台北？老师回台北了。哇，太棒了！我们要不要上课了？走，我们回去看魔术。好。拜托你让我回去好不好？我并不是存心要骗你的。就算我没有跟你联络，可是我们以前也是常常很久没有联络的，而且我才来了一个多月，你总要给我时间适应吧。
我不懂。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？回到台北，我还是可以走，你又不能把我关起来。其实我们根本不适合，有那么多人等着你去挑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呢？而且你也知道，我一直不喜欢你爸爸，不喜欢你妈妈，不喜欢你哥哥，不喜欢你弟弟。你还不喜欢谁？你为什么不直接说你不喜欢我呢？你说呀，为什么不敢说？不敢要又不敢拒绝，你算什么男人吗？你一直以为我主动追你，就以为我喜欢你，我有哪里不好？还嫌我爸，还嫌我妈妈？你以为他们都喜欢你啊？你下车吧。谢谢你啊，哪里？再见。刘海了，刘老师，你回来了。卢大年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别提了。怎么搞的？哼，我被放鸽子了。那个女的谁啊？全校跟全村都知道了。素云有没说什么？没有，不过魔术没看完就走了。你那把家公去过那边呐？你家己都爱较注意咧，唔通厝边头尾讲闲话。卢老师人是真好啦，也唔过哦，台北人计真火，你知唔？妈，
在这种小地方，道德的力量很大哦。你跟他女儿交往，全村的人都知道。现在你台北的女朋友来找你，造成地方上很大的轰动。她不是我女朋友啊。不管她是不是你女朋友，但是别人会说闲话。要是万一将来你们分开了，没有结婚，那么很可能以后没有人敢来做美业。其实你啊，你快走，快走！哼，何款的，何款啊？过来，我就跟你拍死！哎，啊你个骗！哎呦，你个骗，我跟你拍完啊，你死你啊，你完啊！啊，这可行啊？死人了，死人了！是啥？啊，朋友遐吼，叫我掠两只粉鸟转来啦。我讲咱家都无人会晓饲哩，啊，伊哦硬叫我着掠转来。哎，啊，若真是无人会晓饲哦，咱甲抬抬顶补啊。哦。嗯，掠去帮忙爸爸个。哎，趁淡薄估计咧。爸，我会养啊。爸。我会养啊。你会养啊？嗯。你要读书啊，你有时间养吗？我先念书然后再养嘛。哦哦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啊，你要自己钉笼子哦。嗯，好。我是没有时间给你钉了啊。哎呀，反正是歌就好，管他什么歌。什么样的女孩子让你这么心急啊？待会儿你看就知道了吧。啊，这边坐。啊。阿公，阿公，布朗是他爸爸来了啦！阿公，阿公。啊，没送钱来。卢老师他爸爸来了。
好，过来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请里面坐嘛。谢谢。请坐。啊。老伯，陈先生，我是卢大年的父亲，大年和他姐姐永兴一直受到你们的照顾，非常感谢。请坐。请。我今天来拜访，主要是有一个请求。我儿子大年虽然是从小在台北长大，可是他有很多观念还是非常守旧，啊，谢谢。他很喜欢你们家女儿，想跟他正式来往。他说，一定要我来征求大人们的同意，以表示慎重。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前些日子听我儿子说，有个女孩来找他，弄得镇上很轰动。这个女孩我也认识，她主动追求我儿子很久，可是我儿子一直躲着她，这点请你们二位放心。难得卢老叔这么尊重我们做家长的立场，我答应他们来往好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阿辉呀，跟着阿高出来。姑姑，姑姑，阿妈就叫你了。我儿子一直打电话催我来，紧张死了。伯父您好。哎呀，怪不得我儿子急着要我来。哎，假如我早看到了，我一定会比我儿子更急呀。
周先生，周先生，我是周兴旺的老师。我在班上常常对学生说，电鱼是一件不好的行为，能不能不要再电鱼，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。校长，这是四月中旬《民生报》的一篇报道。竹山国小罗老师在鹿谷乡清水沟发起爱川护鱼运动，使清水沟成为本省第一条被政府列入保护的河川，而且是由当地的居民负责监护。我们学校附近的内湾溪常常发现有人毒鱼、电鱼。校长，我们是不是由我们学校开始发起这个有意义的运动？我非常赞成卢老叔的构想，而且呢，下一周环境卫生督导团要来本学校视察，我觉得这个活动呢非常有意义。报告校长，总务主任去参加研习，我这个代主任想了解一下究竟需要多少经费。不需要什么经费，我可以刻钢板印传单，由学生带回去交给家长，让他们也参与这个活动。本乡的乡民代表陈老师的哥哥也说过，他今天中午一定会带我去见乡长。哎，这构想很好，我马上请出县长，我想县长他一定会答应的。哎，陈代表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很好啊。哎，林秘书，麻烦你通知建设科提个案子上来，我们再仔细研究研究，好不好？好的好的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快点嘛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周兴旺逃家了。什么？周兴旺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了？嗯。老师，老师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啊。周先生，周兴旺没来上课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请问他到哪儿去了？他今天早上起来不敢去上学，
他说我去电鱼使得在班上抬不起头来，我赚钱养家，反叫我儿子看不起我。哼，对不起，周先生，这一点是我没注意到的。可是电鱼是犯法的，警察抓我，我去坐牢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让我儿子受侮辱，你算什么老师啊你？哼！到这里来、啊，找妈妈。找妈妈？你妈妈在台北哦。她在台北，不在这里耶。台北哪里？台北三重啊。啊，我拿地址给你好了。这个问题啊，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。假如说我们有一条很美的河川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河边捉鱼虾啦，戏水玩耍，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很快乐的童年，而这一点对你们以后的成长都可能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们经常说要爱护大自然，接近大自然，可是大自然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却是很难说的，因为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好处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得到的。而且呢，我们河川里面可能有一种很珍贵的鱼类或者是其他的东西，目前呢也许对我们没有用，可是可能很久很久以后它可以抵抗某一种新的疾病或是其他的用途，这是谁也不知道的。大年，电话，周兴旺有消息了。啊，喂，是，我是卢老师，他是我班上的学生。好，我马上赶到你们那儿去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我去通知他爸爸。好。
就在那边。请问什么事？我是内湾国小的卢大年老师，你们打过电话来啊？说是不是有个小孩？在那边。谢谢。这些信是你妈写给你的，信里边有她的地址。这些年爸爸一直藏着，没拿给你，是因为那时候你年纪还小。现在你已经懂事了，你可以写信给他，也可以去找他。爸爸和你妈年龄相差太多了，他有他的想法，我不怪他。哎，爸，谢谢。哎，各位啊，大家过来照张相吧。来照相。来，过来。江校长，过来，客气，来，一块来啊。来，靠过来一点。下一个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张啊。谢谢。做什么嘛？快点嘛！说说你心里话嘛！说，快说嘛！说，对不起，我是个大鸡婆。乡亲呢，本乡的内湾市呢，能够啊成为政府正式立案列入啊保护的活川鱼虾保护区，我们内湾国小的啊卢大年老师啊，他的功劳啊应该是第一位的。这次啊义演会呢，也是啊出自卢老师的啊过奖。本人这个乡长呢，感到很怒气，应该由他来当乡长啊，比较合适的。今天我们有了美丽的河川，就应该有美丽的鱼，所以今天啊，这个由内湾国小演出的义演，就是为了筹款来购买啊美丽的鱼苗，来放到啊我们溪里面，使我们的内湾溪呢更加美丽，我成为啊一条宝溪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吴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最查某，哈哈，最查某。
叫大巴肚，田园家己叫艰苦，孤单田地怕孤孤单纯美人托生最查某，哈哈最查现在宣布一件事情，一条鱼2块钱，乐捐10块钱的可以放5条鱼，照这个方法计算，每个人乐捐多少钱。